接下来来自大拿丁的消息，五月温馨母亲节的前夕，大拿丁立幼儿园举办亲子运动会，联系亲子感情，展现幼儿对妈妈的爱。参加幼儿甲家长将近300人，亲子温馨活动现场充满欢笑声。亲子运动会在大片草坪内展开，活动暖心操，扭开树木。温馨母亲节的前夕，大拿丁立幼儿园举办“爱在当年，幸福 Nice Future” 亲子运动会，联系亲子的感情，发展幼儿对妈妈的爱。参加的幼儿甲家长将近300人，亲子温馨活动现场充满着欢笑声。3到6岁是咱婴儿、婴幼儿最重要的成长阶段我们透过这个亲子的运动会让爸爸妈妈跟小朋友远离我们3C的产品，透过亲子运动会呢，大家留下共同成长的一个回忆那让我们的小朋友在这个阶段呢，他的肌肉的发展跟体格的发展能够得到最好的这个滋养。那我很开心受到我们代表会我们谢明瑞谢主席和我们所有代表的支持那这几年我们一定会共同的努力让我们所有小朋友的成长学习的环境越来越好。活动当中安排幼儿拥抱妈妈，向辛苦的母亲说妈妈我爱你，场面温馨感人。镇长柯友强和幼儿作为运动玩弄关游戏，提醒小朋友注意安全，也鼓励囡仔爱玩个欢喜，莫将输赢看得伤重，怀抱运动家的精神，勇敢向前奔跑，快乐运动成长。现场参与的父母拢真欢喜，甲囡仔做伙运动，做伙游戏，在大草坪上甲囡仔尽情奔跑，促进亲密的感情互动，营造家庭和乐幸福感。细心心操运动，大拿的长不得。宠爱妈咪购物庆开跑喽！特奥姨当然找嘉义优鲜水产，24小时全家下单取货，很方便。跟着我来买吧！和康玻璃斋消费满699就有机会抽到小家电，再抽出一位幸运儿，西半同享马可老师母亲节大餐。嘉义优鲜水产就在全家好生动，让你宠爱妈妈多一点。Okay, also our products.
嘉莹 ，We are everybody know we are agricultural country。我们台湾现在正遭受中国这个强权很大的这样的一个威胁。那过去捷克也有同样的一个遭遇，所以我相信因为有同样的遭遇，所以大家彼此都可以感受得到彼此的这种心情跟处境，跟怎么样去追求自己国家的独立跟自由。未来的国际合作，那我们会陆陆续续，那会跟各国来做具体的MOU， 包括相关的交流。我们希望今天捷克代表团到我们的亚创中心来，是台湾的无人机走向世界非常重要的一步。One, two, three.